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宽。嗨，今天呢？傻大衣。啊、今天呢，要带狗狗来游泳啊！我们这里有一只，它是常常在我影片出现的那只小黑狗。然后这只，来自己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卢宝，我是黑贵宾。啊，为什么它只有三只脚？因为它被大卡车碾过，还幸运的活下来，棒！拍手。优秀。那么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。狗仔山，南屯的狗仔山，听说它这里有那个狗狗的游泳服务，还蛮厉害的。嗯，所以我们今天来体验看看。我先 CP 值超高的 ，CP 值很高吗？我们还没游过，所以还不知道。嗯，不过我们很期待狗狗丢到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对，那我们先去看一下环境吧 ，Go。在下水前要记得先把狗狗洗干净。这边，嗨，要先把它们冲洗干净之后，对，用它们专用的沐浴，对，把它们洗干净，把它们的泡泡都冲掉之后，确保水质的干净，同步下水才不会有细菌。试试看，到底用救生衣有没有比较好呢？好，我们找试试看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过来，好。一开始呢，我们先不要让狗直接下水，一开始先让它在空中暖身。嗯。然后先让它吸一吸，这可能需要个几分钟的时间。跟狗跟人一样，如果一下子很紧张，一直喷出水的话，容易抽筋。然后狗狗下水玩五分钟之后，建议带它去草坪那边尿尿。哦，好。哎，狗狗通常这时候会想尿尿或便便。然后水花很大的时候，表示狗狗的游泳姿势不正确。嗯。哎，正确的狗狗游泳姿势，它不会有水花。像你们那只就很棒啊。那这里还有自制的那个人工草皮，对，可惜现在下大雨，超级大那种，哎，真的。不过有只小鲨鱼跑过去了。那你觉得这间 CP 值高吗？爆高，真假的？爆了，爆了，爆！是。我们两个人，两只狗，两只大人，两个大人，两位大人。对，这样才多少？猜，300。那么便宜哦。重点是它的食物饮料吃到饱。夸张，你是说狗食还是人食？人食，人食吃到饱。对啊，真假的？饮料喝到饱，饼干吃到饱，主食吃到饱。太猛了吧？那你的影片结束了吗？还没吧。那等一下还要拍什么？等一下还有，还有我们吃法费啊。哦。狗吃法费啊，狗狗最痛吧。这个是大型狗的餐，店员真的是很贴心，帮我们把大份的分成两份，而且还分得那么刚好。但是只是它的狗头没有办法对齐，太残忍了。它摸起来还有点点烫烫的，
初步看起来是有花椰菜、麻辣、肉肉、青椒，看起来就很丰盛。而且这样子才多少？CP 值也太高了吧！吃饭了。好啦，游完游泳之后嘞，要开始补充体力。然后这个是自助霸，有吐司啊，然后还有泡面，还有很多饮料。我现在正在为阿宽调制我心爱的吐司，真是贤惠嘞！这里真的是很值得来耶。就像下雨啊、晴天啊、很冷啊、春天啊、春夏秋冬都可以来，而且真的是很便宜，大家快来，再见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阿宽的频道，然后记得分享、按赞，是吧？杨川很害羞，你怎么办到的？